发言，发言声。不是，看看这个，这个蛮严重的。这个他至少溜了，至少有十几米。他自己没注意。我如果是在驾驶室的话，直接倒车也行了。我叫谢海红，是国家电网公司派驻长阳土家洲自治县人民政府挂职副县长。我是2016年8月份，正式到县里面来的，现在已经4年多过去了。2016年来的时候，我们最早的扶贫项目就是光伏扶贫。国网公司在长阳总共是捐建了56座光伏电站，2个集束式电站，54个分布式的村级电站。当时是投资总共是2亿多，全部建好了之后，然后捐给长阳县人民政府来进行管理。现在我们每年的这个收益都能够达到几千万，村级电站每年的收益平均是在18万。建设的扶贫光伏电站主要是选择的荒山荒坡来作为建设的地址，在这一些地方呢，我们的光照条件略微要比其他的地方要好一些，所以它的发电效率都还比较好。国务院扶贫办提出新的要求，就是按照811的模式来做，这个80%就是必须要用于我们村集体的公益性的岗位，另外10%是也是比如说教育方面的，子女上学啊，是吧，大学生的，类似于这样的，还有10%呢也是急救难，就是家里面出现一些需要帮困啊救急的一些情况的，这是811。所以你贫困户呢，工薪高那个高呀，就是把维修那个路啊，我你把那个除草啊，在这个你工上有坑把它填一下，从3月份到现在大量行为罢了嘛。首先是解决了村集体经济收入，第二个呢，带动我们的就业，利用我们集中式电站的收益，也是解决了我们产业发展的资金不足的一些问题。55岁的，今年3年了。这基本工资一般的是保证1个月1000块钱，如果说是达到我们那个电站的个规模21万度保底吧，达到了24万度啊，我管理好啊，就还有点奖金吧。这现在各级政府重视了，老百姓思想观念转变了，他看到就是我们这不是来虚的，这都是实实在在的，是吧，租地给租金，那没有白条可打的。然后你在这个劳务这个发放，有的是现金发放，有的直接打到卡上面，它很实惠的，老百姓就看这人心都是肉长，你如果是跟他讲套话虚话，那持续不了多久。长阳这个地方是地形是比较复杂，从低山到高山什么地形都有，属于一个立体型的气候，农产品品种很多，它不是那种规模化的，在这里面呢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产品做到附加值更高，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产品推销出去，最重要的还是要发展农业产业，让他们凭自己的劳动脱贫致富，要让贫困户扶志扶志。我们这个村呢，是在全县是一个扶贫村，从16年起的开始，县的和这个国网的对我们这个村的这个扶贫的主要的这个扶贫项目的是以茶叶为主。我们这是个半高山，种茶叶的他一不怕寒呐，二不怕饿，三不怕水呀，四不怕风。我们这个村现在是1000亩茶叶吧，有2个茶厂，有一个合作社，国网的合作社啊，组织的都有来搞这个专业技术培训呐，每年都在搞，人数搞了3、4年。像我种的现在只有10亩成品茶，还有30亩田的还是幼苗啊，明年就可以开始摘茶，小路不成问题。这一年
这个就茶叶就收入就1万多啊，这还可以。那是1万多块钱。我就说现在像现在发展你的份子，明年先打开在2万块钱左右吧。哦，还是可以。基本上就茶叶还是可以。我们长阳其中一个主打产业是茶叶，现在全县总共种植有15万亩的茶园，每年的产量大概是在6000吨左右。茶叶的原材料鲜艳，品质是非常好，通过我们的电商来进行销售，销往全国各地。国网电商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的二级子公司，精准扶贫以来，在国家电网公司定点扶贫的4县一区设立了汇龙帮分公司，主要是解决咱们贫困县贫困地区这个农特产品的销售问题，带有销售扶贫呢、消费扶贫的一个平台。为什么要引进国网电商来做？因为我们原来这个在地方都是一些小电商，规模比较小，影响力也不大，也不是以扶贫为这个主要目标的。我国网电商进驻，我就是做扶贫的，我的目标唯一就是扶贫，我们纯粹就是为了这个贫困县的这样的农特产品，围绕这一个来做。所以我们第一次搞这个电商对接会，邀请这个县里面将近100多家合作社，我们打造了这个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来进行销售。这一个事实上社会的这种反响是非常好的，社会效益非常好。国家电网公司联系长阳以来，帮扶我们宜昌白山羊的这个产品来带动这个扶贫。宜昌白山羊的这个扶贫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从源头，就是抓种子资源。我们作为宜昌白山羊的这个核心保种的这个资源呢，承担这个保种和育种的任务。我们把羊育种育出来以后，给老百姓那个喂养。老百姓喂养的羊，我们收这个按市场价高1块钱的价收回来，加工好了以后，这个通过这个国网电商扶贫销售出去。通过宜昌白山羊的帮扶啊，287户得到了收益，平均每户都超过了1万元。当然，我们的收益也是稳定的，因为我们把老百姓的羊收回来加工了以后，我们有一部分的加工的利润、销售的利润，这样呢，我们可以长足的发展。开始我是精准扶贫户，云中他给我拿七只羊。楼子牧羊一直供养，他没收费，他还帮我走那个羊棚。去年我是最赚钱的一年嘛，去年我买了9只羊。去年就29只羊子，我就赚了25000。专业合作社的这个生态养殖，专门组织销售，销售非常巧的，非常好。我今年养了30几个。我们今年养的是1000余，是吧？1000余，今年还有一两个月出栏。还有一两个月就出栏了。哦，今年销路愁不愁？今年销路还是有点，这个疫情期间嘛，它，销路还是有点。这像它这个量也不大，完全得想办法。你带动的那些贫困户现在状况怎么样啊？状况还可以，是吧？你现在总共带了多少贫困户啊？总共呢是，去年是20个户，今年只有10个户。20户，就其中有10个户他们是脱贫了。脱贫了，对，不用扶了嘛。你去年这个收益情况怎么样呢？收益情况还可以。总共。去年大概是8万多块钱吧。种植养殖它还是一个，就是说是我们农业产业的必须要发展的一个方向，它能够持久，你不然的话你做什么呢？只要把，但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对，做好就做，做就要做好。对。但是你国家扶贫你不做，哪能脱贫呢？你不发展。勤劳致富。对，勤劳致富。勤劳致富。就是我的鸡蛋卖到什么价呢？算起来卖到了18块钱一斤。那是不错。保证品质，它就有好的口碑。对。有好的口碑，到最后就生意越来越好。对。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倒推农产品的升级，推动我们农业产业的升级，把这个产业做得更好。我们在选取合作社的时候啊，要有3点的保障。第一个就是你的种苗这个标准要有保障。第二个
你的管培的过程、管理的过程要有保障。第三个，产品的质量要有保障。然后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合作社必须要有扶贫的故事。你如果是没有扶贫的，那就不可能到我这个平台上面来。我是干扶贫工作的，我不是扶老板的。咱们长阳在很多山区是缺水的地方，特别是饮用水，山上的居民呢这个吃水非常困难。在我们丰岩村呢，我们寻找水源，解决了我们村民饮水的问题。这个水源呢，我们现在也叫它饮水思源洞。饮水思源洞也成了我们现在扶贫的一个教育基地之一。截止到今天为止的话，现在整个累计发电量大概多少？2054.82万。是这个是吧？对对对。哦，这是今天的上网电量。今天上网4511。来看你们了啊，要过中秋啊！我在长阳，我在办公室待的时间很少，我基本上都在乡下跑。扶贫办给我一个名单，这全部都属于孤儿或者是单亲家庭，是属于这样的情况。这18个小孩呢，基本上家里面都是属于特殊情况，每一个小孩都有自己的故事，看着都很心酸。你爷爷住院是在十九号之前的？就你在家的时候，你爷爷在不在家？他是15号去住的，14号去住院的。14号去住院的。然后你就一个人在家？跟你奶奶在家，那做饭谁在做啊？就是我，就你帮着在做是不是？19年和2020年还是得了不少奖的，这是一个，这是这个运动会上面的，这边的呢，我说的，这个是这个也是运动会的。啊，我来支持一个小孩。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因为很多资助是什么呢？啊，我要挑这个品学兼优的啊，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我说我来资助不是这个意思。首先是什么？他们的生活要得到保障，学习要得到保障。生活和学习得到保障，其实不只是经济上的问题，很多上面是精神上的一种关怀。第二个，让这个小孩他有一种阳光的心态。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考上大学，但是你长大之后，你能够自力更生，这就是知足的成功。你要把它当作自己的小孩，小孩还是知道，就是这种很简单的这个是非，是吧？对错他都懂。我是想努力学习。我们的老师给我们的那个人生目标，我想上老师。我想去宜昌和长阳，就是想和谢县长一样，长大了。为国家做些贡献什么的，报答这几位对我很好的这几位叔叔，谢谢他们对我这么照顾。翻山越岭，走遍长阳。大家好，我是红哥。工作之余，和我们一个公益团队，做了一个扶贫的系列短视频，叫《红哥说长阳》。那这一个《红哥说长阳》系列短视频，是想向我们社会介绍咱们长阳的扶贫成果，反映咱们长阳精准扶贫以来，整个各个村落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希望咱们扶贫工作不只是咱们扶贫的工作队员、扶贫的帮扶干部，而是全社会来动员起来、响应起来，把我们这一个工作做得更好，把我们中国的乡村建得更美。